的荣耀，用视角我太激动你声你说用谁能够呼吸啊，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盼，我的满足，你说这边一宿一宿谁能够呼吸，我全心全意
天，我是你中最渴望的一切事，十足羡慕你淡淡请求你，十足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最终这边交给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在你生命中一切，我深深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
是如此的感恩，让我还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要你怀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哈利路亚，你要知道你可能还有机会再敬拜你的神，是因为神的怜悯在你当中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Thank you.
说，我们准备起来收成长的封信。我们请收封信的弟兄姐妹出来。来荣耀，我主耶稣，来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主耶稣，让我们天父们，感谢赞美。今天早上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有还有活力的来敬拜神。谢谢神你的保守，你的看顾，你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平安一无所缺的来到你的圣所里面来敬拜你。今天早上我们要献上我们感恩祭，我们的十分之一，我们的奉献，我们所有要交给你的。当我们学习大卫献上最好的、最贵的、最多的给你，也就是讨你所喜悦的，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敬拜者，不只是在话嘴、会嘴唇而已，也在我们的献祭上、我们的奉献上，我们如此的相信，我们也求主你来祝福那些给予的，让他们成为祝福的管道能长出仁义的果子，30倍、60倍、100倍。他们是借给人，不是向人借的那一位。他们做头不作尾，我们如此的相信，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你爱耶稣吗？爱。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走动，跟你的弟兄姐妹 high five， 然后跟他握手，跟他问安问好，跟他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好不好？走动一下。谢主。弟兄姐妹。当你回来你的座位的时候，请你保持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一起来为昨天是马来西亚日，对吗？对，我们要为马来西亚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同心合意，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为马来西亚来献上感恩。我们要感谢主，我们马来西亚虽然不是什么强国进步国，但是你基本上你可以找到平安在马来西亚。你不会像泰国，你会被人捉去卖啊，你不会在缅甸啊被人捉去卖啊。虽然你这边可以吐口水，骂骂政府怎样，但是我们还是平安。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天灾、没有人祸的地方。阿门。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我们国家来祷告，以致我们能够平安度日，让我们能够在金钱上能够敬拜神。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为这片土地来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生长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读书在这里。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个土地来滋养我们。现在我们要为这片土地来祷告。你说我的百姓如果能够谦卑，能转离他们的恶行来祷告，谦卑来祷告，你必从天上垂听，来
来垂听我们祷告，并且医治我们的地。主，我们要把马来西亚献上给你，求主你来医治这马来西亚这片土地。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种族的分支，那些煽动种族的情绪的，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利用宗教情绪化的来去煽动这个国家。求主，我祷告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来破坏这个恶者的工作在马来西亚。我宣告平安临到马来西亚，我宣告让这个经济来复兴复苏起来，在这个马来西亚。我们来为马来西亚祷告的时候，主啊，你求主你纪念，让每一个人都有饭吃，都有工作能够顺利啊。尽管我们知道这个经济萧条不仅是马来西亚，是全球的问题，但是我求主你保守马来西亚，让人民能够安居，能够乐业，能够得享美食和饱食在这个土地上，因为有神你的看顾和你的恩典流露。我们如此的祷告同心合意把马来西亚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开口给耶稣，大家请坐。哈利路亚。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吗？你是第一次来的，我要特别欢迎你。我们不要失礼，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我们要欢迎你。没有的是老朋友的吗？哈利路亚。Right。BB 都是老朋友了你们来九月份就开始来了，Alright。我要你注意几样的报告，你们，来，中医义诊会在下个星期开始了，所以请你把这个消息传出去。我们礼拜天的5点到7点在 Belarus 那边，我们会有这个叫什么？我们会有中医义诊5点到7点，然后在 Belarus 的教会。大陆的教会那边 Summer Bakery 楼上，你讲大陆教会我们不知道，你讲 Summer Bakery， 大陆的 Summer Bakery 楼上，我们5点到7点会有中医师，每一个礼拜有一位中医师和两位同工义工来帮忙，所以鼓励你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然后接下来我们大讲赞美之夜，两个人表大讲赞美之夜，然后你跟你旁边讲这个拜五。对，因为我要告诉你，我认真的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忙什么，我不知道你那一天会做什么，你会跟你的家庭做什么，你和你的家人做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BB 听说，我会告诉你的是，星期五神要你做一件事情，放下你的工作，放下你的手，放下你的头脑。他给我的话来转告你，你们听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你的神。你们说我鼓励你来参加，哪怕9点开始，哪怕你只能参加那个半个小时也好，你哪怕你能参加一个小时也好，如果你能够跟我们参加到11点，那是最好，更好不过。但是只要你肯来，你愿意来，我们讲的整个系列的敬拜，我们就是要来行动。大家讲行动，不要只是嘴巴而已，知识而已，知道了而没有去行。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敬拜者。星期五9点到11点，让我们把所有的包袱、所有的重担、所有的烦恼、忧虑都抛掉，我们单单来敬拜他。我告诉你，如果你单单来敬拜他，认定他是神的话，我告诉你，你遇到的什么难题，你的十字路口，神会翻转，你相信吗？相信的讲阿们，两个人讲阿们不了，阿们。感谢主，我们就来，请你注意，记住，这个星期五就是我们的 High Praise 赞美之夜，不是很适合你邀请新朋友来，不适合你邀请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来那边就傻傻的在做哦。你来，最要紧是你来，我不在乎人数，但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全体教会整个家人，伯特利神教会全体家人们的行动的事情，给听讲阿门吗？阿门。
那还有一样东西，我要特别的温馨的提醒啊，我们的厕所后面，我们要常常保持干净，然后你进了用了也舒服，别人用了也舒服，因为这是大众的啊，大家使用的厕所来的，如果肮脏的臭了，你也感觉到不卫生，对吗？所以我们就想到好几样东西，每一次啊，以前我看到那个摆啊丢在地上啊，我就感觉到不是很滋味的 ，OK 啊，因为特别是男生啊，不有女生有没有我不知道，特别是男生啊，说干我很拽，女生也有啊，Anna 说她也有啦。开玩笑，so 还有 BB 啊，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闻左了，因为你如果那个摆在地上啊，你再拿起来用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对吗？所以我们现在啊，厕所都安装了这个啊，这些啊给你抖下去的，这样轻轻抖下去就可以了。你用完你放回去，它卫生又干净，对你好，对大家好。好不好啊？好啊，所以你照顾它，你不要用完了就丢在地上了，就很没有意义啊。我们装这个东西没有意义。但是呢，可能你不会用，有的人去这样去从那个洞口啊去插到整个掉出来坏掉，它不是插的啊，它不是这样上下插的，你只是整个东西放进去就可以了。推进去就可以了，大家跟他们讲推进去就可以了。对，所以我们尽量的把教会弄得干干净净、舒服，人来了就会舒服，觉得啊，这个不需要你是个大教会，但是哦，你的整个环境很卫生、很干净，人家就很舒服，人家就很喜欢来。啊，不是我讲的，我听过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这样讲，他说。要决定你的教会有没有质素啊，有没有 quality 啊，不是你的教会大间还是小间，而是你的厕所干不干净，你同意吗？同意。厕所干净代表这里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阿们阿们，我们都是文明的，有文明有文化有教养的基督徒，阿们吗？阿们。不是很大声，阿们吗？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会的，我们帮助你做得更好，阿门。所以我的报告到此为止。啊、还有对、啊、稍微跟你报告一下 ，poster 下个礼拜就出来了。我们经过开会之后，我们决定在12月21号，也就是星期四晚上，7点到10点是公开给我们外面的人，但是。如果你是本堂的弟兄姐妹和服事人员、工作人员，我们需要很多的义工。我希望21号放空，一个礼拜，我做工的那工，做成一件事情，让好点点香和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参与，好像我们去年参与来服事这个社区400多人这样。所以今年我们也一样在那个大草场，我们要做一个帐篷起来，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节目。今年呢、啊，我听了委员他们 suggest， 哇，我听了就开始老挪了，哎，塞得了。说除了有小丑，除了有圣诞老人，他们还要做啊什么？那个 game store 就是有玩游戏的，有 lucky 那个塔，那么卷的，然后我们教会有很多那个 soft toy 啊，二手的那个洋娃娃也可以捐出来，来去给他们去丢啊，拿回家，等等，所以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有的听，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社区转化，所以记住21号12月是我们的大日子，然后我们主题叫转化社区，跟你旁边的讲转化社区，就是要看到这个社区改变改变的意思。所以我不多说，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员，我们拍手欢迎把非常师母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失恋
和试探。大家讲试炼和试探。试炼和试探。OK， 今天是第一个啊，就是我分两次啦，今天是第一次，然后下一次我还能跟大家分享下半段。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OK， 雅各书第一章。啊，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可以吗？可以。OK， 我先读。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来，你们读。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接下来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你们读私欲。私欲已经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必长成，就生出死来。阿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啊，我们一起读好吗？因为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今天我们来听到就是试炼跟试探，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非常的明白了解试探跟试炼，并且呢能胜过试探，能在试炼里面被熬炼成为精金。感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Okay， 我们刚才在经文里面我们就有读到试炼还有试探，我们来看一下试炼是什么什么意思啊。Okay， 试炼呢是神允许外在环境中的患难困苦啊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基督徒的身上，为要叫基督徒信徒学习忍耐等候信靠，从而使神得荣耀，信徒生命成长成熟。试炼是出自上帝的，试炼是大多都是外面的环境来的。试炼是信心的考验，试炼让人忍耐，试炼使人生命成熟，试炼出自神的旨意，试炼成就生命和祝福。 OK， 我们现在我们读这个试炼啊，它的意思呢它都是好的，大家讲好的，好的。所以神给我们试炼是好的，所以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呢，不要哭泣，不要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这样拍你啊？ OK， 其实试炼是神要熬炼我们的。接下来我们看试探，试探呢是魔鬼透过人内在的私欲来诱惑人犯罪。刚才我们读到试炼是外面的环境，对不对？然后这个试探呢，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然后我们被魔鬼来引诱犯罪，我们就会跌倒失败。要看有些人能不能胜过，不能胜过的就跌倒就失败，从而让神的名啊，信徒自己的生命是受亏损的。试探是来自于魔鬼，试探呢？试探是我们内在的私欲的膨胀，然后试探诱人犯罪，试探让人跌倒失败，试探是魔鬼的恶意，试探导致犯罪和死亡。所以我们看到试探呢是来自于魔鬼的，因为神是没有试探人的，只有魔鬼会试探人。试探人为什么要你跌倒，要让你 变得很不好，就是魔鬼看不得人，看不得我们好的，他要我们好像他一样堕落犯罪。阿们。
所以基本上试炼和试探都知道意思了吗？看起来哦，试炼是好的，来自于神的，试探是不好的，来自于魔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summary 简介。但是呢，原来啊，我们的中文的圣经翻译试探和试炼是两种的状况。那其实呢，在希腊原文啊，圣经本来的希腊文里面哦，试炼和试探都是同一个字 ，OK？ 都是什么字呢？都是名词的话就是 parasmos， 动词的话就是 parazo，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字根来的。我们看一下啊 ，parasmos 呢是什么呢 ？parazo 就是什么呢 ？case。Parasmos 是试炼啊，试探啊，引诱啊，迷惑啊，磨练，试炼和经验。Parazo 的意思是试验、尝试、考验、试探、试炼、引诱、犯罪、试想、引诱、诱惑、想要和查验。OK，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我们可以。不大去管它，但是我是要你们知道它是来自同一个字啦。如果呢，我们胜过试探呢，这就是对于我们的试炼。哎，试探对于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因为我们胜过它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胜过试探的话呢，这个就是真的是魔鬼得逞哦。我们来看圣经故事里面，我们看圣经的人物啊，亚伯拉罕。在他还在父家的时候，他在他父亲的家的时候，神就呼召他，那么他就离开了迦南地。他就到了迦南地，他离开了父家到迦南地，就遇到迦南地那边刚好发生饥荒。其实饥荒那时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考验试炼来的，但是。亚伯拉罕他呢，他就有超阿盖，他心里面呢就想着，哦，有这个饥荒，我就逃去埃及。埃及是一个没有饥荒的，没有饥荒的状况，所以他就去埃及那边，他逃避这个饥荒。结果呢，怎样呢？他在埃及的时候 ，OK， 他的妻子莎拉就被法老王娶去做老婆。因为莎拉很漂亮 ，OK，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莎拉她有两次被别的男人娶去做老婆，其中一次就是法老王，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没有胜过这个试炼，他反而中了魔鬼的圈套，连老婆都被人娶去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呢从埃及地。被神救出来过后呢，他们就在旷野那边，神让他们在旷野遇到很多的患难。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后，他们不是马上进入祝福的，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遇到什么？一开始遇到法老王带兵来要攻打，要抓他们呐、啊。然后他们还遇到在红海那边不知道要怎么办呢？还有呢？肚子饿，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那个水是苦的，不能喝的。所以每一次的考验，这个是神让以色列人学习怎么来信靠神。但是以色列人什么反应呢？以色列人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OK， 我们可以试想我们自己啊，每次遇到困难，我们的反应是怎样？以色列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埋怨，哎呀，为什么摩西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我们在埃及多好，还有的吃西瓜，还有的吃黄瓜，还有的吃肉，但是我们在这旷野，我什么都没有得吃。旷野是什么？旷野是沙漠的地方，吃沙，摩西讲吃沙，水都没有，食物都没有，动物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一次一次的被神试炼，但是却中了魔鬼的试探。
得罪神，直到神完全的把他们放弃。神真的放弃他们，为什么呢？神跟他们讲，你们没有得进去迦南地了，你们没有得进去我要赐给你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放任他们40年在旷野，直到他们都死去。当然神不是一次过让他们死，他们是40年里面一个一个的老死啦，病死啦，啊，中车祸死啦，什么死啦，40年死到完，只剩下两个人，就是，啊，两个人是谁呢？谁知道？只剩下两个人活着罢了。加勒，还有一个，加勒还有一个约书亚，嘿，所以只有剩下加勒和约书亚，其他的几十万人都死去，哎。那么呢，我们看到一个正面的胜过试探的人，他就是约瑟。Okay, 约瑟呢，他被他的哥哥们啊卖去埃及。那么约瑟就跟人家打工，就在人家的家里面啊来做工人。那么呢，他的老板的太太看到约瑟长得很帅，哎，就整天跟他讲，来啦来啦，做我的男朋友 ，OK， 来啦。然后呢，约瑟呢，他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魔鬼要试探约瑟来跌倒，要让约瑟不能出头 ，OK， 让约瑟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浪费掉他的时间。但是呢，约瑟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不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他知道这个女人很危险，危险。所以约瑟看着这个波提法他的老板的老婆啊，他会有那个危险的信号起来呀，滴滴滴滴 ，OK。所以他看到他的太太在那边，他就不要靠近他，看到他就跑，看到他就跑，总之是不要跟他在一起。最后呢，约瑟他是赢过试探，是没有。啊，没有跟他乱来，没有跟这个老板的妻子乱来，所以神就提拔他。当我们胜过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在试炼里面，也胜过的时候，神会提拔我们，神会让我们更好。所以约瑟呢，他就成为埃及的宰相，在最后的时候，并且神使用他拯救了雅各的全家。以色列人啊，没有在那个饥荒里面，那个埃及那时候也是遇到饥荒，那边附近都遇到饥荒，没有因为饥荒而死去啊，以色列家是因为感谢约瑟拯救他们。Okay. 同样的，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他在主耶稣呢，他在旷野的时候呢，就被魔鬼试探。那时候主耶稣他一个人罢了，耶稣他只是一个人，他禁食了40天，40天没有吃东西，然后魔鬼就来了。啊，魔鬼他很喜欢试探人的。Okay, 魔鬼怎么试探呢？哎，你肚子饿嘛是吗？你将这石头变成面包。然后耶稣就用，我们人活着啊，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话来活着。所以除了这个食物呢，还有荣耀啊，魔鬼讲，我会讲啊，世界上面的荣耀都赐给你。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OK， 第二个是你从这个高楼跳下来看你会死吗？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嘛，看一下你会死吗？所以三次主耶稣都用圣经神的话语，圣经神的话语来抵挡他，胜过他。所以耶稣呢，他是赢过试探的人，最后他成功的死在十字架上面。OK， 死在十字架上面呢，不是失败哦，是成功。他成为我们的救主。阿门吗？感谢耶稣吗？所以我们看到最好的榜样，主耶稣怎么胜过试探。所以记得哦。当遇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要用圣经来经文来抵挡它。
因为时间的缘故，今天呢我是讲试探，下一次呢我会讲试炼，所以我会分成两次。试探的来源跟步骤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给试探下一个定义啊，那么试探呢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快乐，为了要满足我们的欲望和利益而我们去做的一些举动，那个就是叫做试探。阿们可以读一次啊。试探是什么呢？为了要满足，大家讲，为了满足，为了满足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快乐欲望和利益，欲望和利益。那么我们为了这次满足而去做一些事情，这个就是试探。首先呢，试探是不可以避免的。可以避免吗？你可以避免试探，你躲在山洞里面你就会没有试探吗？不会的。就算你一个人，试探还是在那边，试探无处不在。因为人活着就有私欲，然后并且人在活着都会遇到魔鬼。哎，圣经没有讲人如果被试探，圣经是讲如 OK， 圣经是讲人被试探。所以意思是什么？是每个人一定会遇到试探。阿们。世界上面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完全没有试探的。色情呢是最常见的试探。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拿电话对吗？都有 WiFi 对吗？都可以马上可以上网是吗？所以我们啊，我们在我们的电话里面，就算我们没有去寻找有关于色情的东西，它都会自己来的，有没有？赞同吗？如果你在 Facebook 上面， Facebook 是比较少啦，比较跟 Instagram 啊、Twitter 啦， Instagram 的 Twitter 更多。怎样？他们很喜欢拍清凉照的，女生很喜欢穿少少的那一种。所以你一打开啊，那个社交软件啊，哇，好撩哦，帅哦。所以尤其是男生嘛，对吗？所以这个试探哦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是不要去用那个软件。我建议不要用啦，因为 Instagram 有很多，真的很多，每次打开都会有的。还有 TikTok 有吗？ TikTok 也有吗？ OK。然后我也相信哦，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啊，他们比我们以前更早看到。以前我在小的时候我没有电话的，我在几岁才有电话？我在18岁才有电话，而且是没有图画的那一种，试探很少可以来。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呢，他们用电话时常，我觉得你们一定不大干净的对吗？你们的思想时常会看到的，看电视啦啊，看电脑啦啊，然后呢还有什么电影啦、电视啦、视频啊、杂志啊、 YouTube 有时会有，有些 YouTuber 他们专是做有关色情的那个东西的，哎，我有看到。然后还有啊，酒吧啦、发廊啦、舞厅啦、妓院啦、学校啊、公众场合都会有这些有关于色情的元素。然后呢，最近的十年里面啊，同性恋啦、同性的婚姻啦，都一直在充斥着我们。哎，我有看到 YouTube 里面啊，他们是couple 一起做 YouTube 的 ，couple 一起来做影片的，然后女跟女的，男跟男的，有啊，他们的 follower 还会觉得他们很甜，很 sweet。哎，现在的社会已经对这个东西是没有，觉得没有错，他们觉得是对的。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什么试探呢？因为我们有 internet， 我们有 wifi 嘛，所以很容易的网瘾。哎，一直拿着电话不放的，然后一直在电脑上不放的，然后在那边玩 game 啦、赌博啦。哎，我有听说哈，有牧师说他们的教会啊，在 MCO 过后呢，有很多年轻人网上赌博上瘾，就是在网上赌博。并且上瘾，输了很多钱，
现在那一种。哎，玩游戏就是玩游戏，小孩子啊，有些小孩用了妈妈的钱去买东西啊，游戏里面的，然后花了很多的钱，还有酗酒啦、毒品啦、炒股啦、消费、贪吃、焦虑啊、懒惰啊、妒忌啊、说谎啊、发怒啊、怀恨啊、贪财啊，这些东西都是每一天都在来试探我们，都是来充斥着我们。我们要怎么来逃避呢？ OK， 试探是哪里来的嘞？ OK， 刚才一开始我有讲啊，请问试探是哪里来的？啊 ，OK， 对啊，钟明讲对啊。OK， 私欲，魔鬼他要来试探我们，也要需要透过我们的私欲。阿们，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心如止水啊，魔鬼怎么来试探我们，我们都不会上钩，有没有？都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我们有贪念。有人抱怨啊，是神让人落入试探的。有人讲，有人问过我啊，确实有啊，为什么神要在伊甸园里面放一颗的那个分别善恶果在那边挟狼呢？为什么要有一棵树在那边引诱人来去犯罪？如果神没有放这棵树啊，我们到今天亚当夏娃也不会犯罪啊，亚当夏娃到今天都活着。但是呢，试探我们的不是神啊，我们要清楚，神是不会试探我们的，试探我们的是我们的私欲，并且有魔鬼在那边牵引你。给雅各书怎么讲呢？第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阿门哦。因为神呢，他是绝对的圣洁的，所以他不能被恶来试探。神是绝对的慈爱，所以他也不试探人。阿门。OK， 我们读多一次。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四到十，我们一起读。但个人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阿们。人被试探呢，会经历四个步骤，大家讲四个步骤。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私欲。欲望本身哈是中性的，欲望不是讲坏的哈，欲望从来不是坏的，甚至可以说是好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欲望，为什么神将欲望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肚子饿，我们会想要吃；我们口渴，我们会想要喝。那如果人没有欲望，人会死去的，你相信吗？如果一个人肚子饿不会吃的话，他会死。会，所以欲望是需要的、必要的。大家讲需要、必要、必要。人累了就要休息，困了就要睡觉，这些都是生理性的反应机制来的。人呢，爱慕呢，人呢希望被爱慕，人希望被爱，所以会找老公啊，会找老婆啊。然后呢，人的性欲呢，是为了要繁衍后代啊，你要繁衍子孙啊。如果人没有性欲啊，我们今天啊，我们已经灭绝了，没有人了，今天好吗？亚当夏娃第一代就完了。OK， 所以还有人的工作呢，需要被肯定，他就会努力的工作。那人呢，好奇心，人类的这个求知欲，就是使得历代以来啊，科学家会发明很多东西给我们用。你看现在我们多方便，我们很方便哦，是因为人的欲望、求知欲。那但是呢，一切的欲望，如果呢带领人离开神，一切的欲望包括你的愿望，人呢总有很好的愿望，对吗？但是如果你的愿望是把你带离开神的，这个呢，
这些欲望跟愿望呢，最后会成为你的网罗，它不是祝福，而是咒诅。阿门吗？如果这些东西都要带领你离开神的话，绝对不是祝福。欲望一旦呢不受控制的成为私欲、贪欲，那就是犯罪的开始。第二步呢，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蒙蔽。大家讲蒙蔽。蒙蔽。哎，刚才我们读到，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雅各呢，他是像主耶稣一样哦，他很喜欢用一些自然的现象做比喻的。这里的牵引跟诱惑都是捕猎猎人啊去打猎，还有渔夫去打鱼，都是一样的用词来的。诱饵总是很诱人的。OK， 你们想象啊，人钓鱼的时候啊，有那个鱼钩对吗？鱼钩呢，他们就会勾住那个鱼饵。那个鱼饵呢，对鱼来讲啊，是非常的迷人的。鱼看到鱼饵会怎样？很想吃。OK， 我们看罗德呢，他是怎样被引诱的呢？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那时候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神祝福他们，他们很有钱，牛羊都很多，所以已经没有地方，没有地方放了。他们的牛羊啊，那些东西骆驼啊，都没有地方放了。所以亚伯拉罕讲，罗德，你去选一个地方，你选一个地方，你去那边住。而我们已经不能一起住了。罗德就看，他就看到一个土地，那边呢就是约旦河的平原啊，非常的美，非常的滋润，又有水，又有树，好像耶和华的花园一样。所以呢，罗德就选择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索多玛。那罗德就搬去索多玛住。我们知道呢，索多玛是罪恶之城，最后被神毁灭的，被神用火来烧掉的。所以罗德选择这地方呢，算是他的一个试探。哎，他失去了他太太，他太太在那一次的这个索多玛被毁的时候呢，他成为岩柱了。还有呢，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人物就是大卫王。大卫呢，他有一次呢，在他的皇宫那边看下去人的家，看到有一个妇人在冲凉。那么大卫王呢，他看到过后，他没有马上跑。刚才我们看到约瑟，他有马上跑，对吗？约瑟被引诱的时候他跑，但是大卫王被引诱的时候他有跑吗？他没有，他在那边继续的看。然后呢，最后他上钩了。大家讲上钩，就是那个鱼钩啊，那个鱼饵啊，已经钓到大卫了。大卫就去找那个女人来 ，OK， 跟她啊睡觉。那么为了要掩盖她的罪啊，她的恶行啊，她把那个女人的老公杀死了。最后大卫他受到了很大的惩罚，很大的咒诅。哎，他的家庭很乱，他的儿女啊都非常的不好的结果。OK， 第三个步骤就是悖逆。大家讲悖逆，悖逆。OK， 鱼饵呢来到你面前呢，也要看你上不上钩，对不对？对吗？对。当鱼饵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按它吗？你要看你要不要。钓鱼的人啊，方法是没有改变的。这样多年来钓鱼的人啊，都是没有改变他的方法，就是钓着那个鱼饵。但是鱼哦，他没有学聪明的鱼。每一次鱼都会吃那个鱼饵的，都会有鱼上钩的。然后魔鬼撒旦也是一样，他诱惑人的方法呢，都是一样没有跑的。从亚当、夏娃直到我们现在，魔鬼诱惑人的方式都是没有改变的。哎，都是什么？肉体，来，大家一起讲。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生的骄傲。但是我们到今天都很多人都会上钩，魔鬼试探人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上钩。OK， 人之所以开始朝着那个可怕的方向，就是上钩的方向啊，是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或者说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人啊，在犯罪的时候总有一个想法，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经验？就是只有一次而已，我只做一次罢了，然后我就不做了，洗手不干了，我做一次，哎，不用紧的，只要我没有讲出来呀，没有人会知道的。这些哦，都是自我欺骗的哦，自我欺骗，因为上帝知道啊，上帝总有让一天爆出来的，你相信吗？上帝不会让你呀、啊、犯了这个罪啊，然后没有逮鸡不逮鸡的，知道吗？总有一天会让人知道的，一定会有的。哎，还有呢，最后呢，就是人呐、啊，人骨子里面的悖逆啊，不想守规矩，所以就上钩，要叛逆一下，人就要叛逆一下，所以就被试探，被魔鬼试探了，魔鬼赢了。好，第四个 step 呢，就是大家讲死亡。刚才我们读到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啊，私欲，来一起来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呢又引用了一个情形，就是怀胎生子，就是生育。哎，我们这样子讲啊，这里是我们的私欲嘛，私欲呢怀胎就生出罪，罪长大，罪好像一个儿子这样子嘛，罪长大过后呢，它就会长出死来，这三个环环相扣的现象来的，因为犯罪的一定会带来死亡，阿门哦。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侥幸讲啊，我犯罪过后没有事情的，不会的，犯罪一定带来死亡的。给试探呢，一开始总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美好，有没有？好像刚才什么试探，大卫的试探，那个女生这么美，很美好，对吗？很浪漫，冒泡泡的那种，但是最后呢，却带来死亡。大卫的儿子啊，互相残杀，啊，然后有人跟他抢王位，种种的 ，OK， 这个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来，大家来读这，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给弟兄姐妹记得这句经文。要犯罪，你就要接受死的结局。OK， 我们看啊，亚当夏娃一开始他们是怎样犯罪，能非常清楚的这个四个步骤。是怎么来发生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私欲哦。女人呢，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肉体的私欲是因为啊，这个食物看起来很好吃，有没有？然后眼目的情欲呢，哇，这食物好美哦，这个水果好美哦，是不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吃了能像上帝一样有智慧，所以这个也是今生的骄傲。所以啊，这是夏娃的私欲起来哦。然后蒙蔽就是魔鬼来试探夏娃，他讲什么？魔鬼讲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哎啊，我们可以一起读吗？我要开始要睡了啊。OK， 来，创世纪来第三节第三章来，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OK，
Okay, 魔鬼是讲偏话的，魔鬼是说谎的人的父亲。欸，他是一开始是讲偏话的魔鬼，然后谎话呢是魔鬼丢出来的鱼饵。大家讲鱼饵，谁丢的？魔鬼。所以魔鬼讲了一个偏话，让夏娃上钩。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夏娃他有没有上钩啊？大家讲悖逆，悖逆。结果就是那个夏娃呢，那个女人呢就采了，摘下那个水果，在那果汁吃了，又给她的老公吃。夏娃她选择不听神的话，所以夏娃她在这里她悖逆，然后她听了魔鬼的诱惑，并且她遵从了自己的私欲。Amen。 所以啊，不要悖逆啊。OK， 悖逆你就上钩了啊。接下来呢，最后一个步骤是死亡。给大家讲死亡。死亡。因为亚当夏娃都犯罪了，所以神给他们的这个惩罚就是什么？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的，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上帝跟他这样讲，是因为那个亚当呢，他最后会死。他虽然没有马上死去，但是呢，他跟神隔绝，这就是灵性上的死亡。大家讲灵性，灵性。所以亚当夏娃他被赶出去，不可以再住在伊甸园，他就离开上帝，他没有跟上帝一起了。亚当夏娃。因为他们犯罪了，那么呢？最后，亚当活到930岁的时候就死去了。本来亚当是不会死的，本来一开始亚当被造是永远活着的，但是因为罪带来的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最后他死了。虽然活到930岁，很长哦。你们想活到930岁吗？ Yeah. 没有，我们现在只能活着90多、100岁已经很好了。OK， 因为罪啊，它是越来越不好的。一开始亚当900多岁死，为什么我们现在90多岁就死呢？因为罪它到最后呢，我们人会很短命的，它不能让我们长命的，我们不会长命过亚当就对了。OK， 魔鬼呢试探基督徒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使基督徒离开上帝，这是他目的。他要让我们失去救恩，要让我们失去信仰，让我们不再信耶稣。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哎，我写警醒不对哦，应该是警醒哦。有什么事情啊？你们要回想，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人会让我们不来教会参加崇拜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试探，有没有？阿妹吗？好像有些人讲，哎，礼拜天我不能来，我要做工，所以这个工作对你来讲就是你的试探。好像呢，有些人讲，哎呀，我的谁谁谁来找我啊，我的亲戚啊。啊，姨妈不在啊，哪里来？我十六回来，美国回来找我，我不能来，不能来教会，这个也算是你的试探。阿门。姨妈不在来的时候，还是硬要来教会的。你来教会过后回家才跟姨妈不在聚集了，可以吗？好，不啊啊！牧师讲带姨妈不在也来。阿门哦，阿门啊，做得到吗？阿门。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任何的原因啊而不来教会的。如果那个原因啊是让你不来教会的，那个就是你的试探，你需要胜过的。如果你不来啊，魔鬼就赢了，然后魔鬼就拍手我咯，庆祝我咯。所以好像有些人会睡不醒啊，礼拜天我睡不醒，我真的醒啊。然后还有呢，孩子啦，老公啊，你家人啊，爱人啊，
OK， 我们这边的少女啊、少男啊，你们以后交男女朋友啊，不可以因为男女朋友不来教会。爱人哦，他会让你失去很多，嗯，然后啊，还有朋友啦、玩乐啦、好处啦，还是钱。有人要请你吃饭，请后了加后了哎，然后你就哎呀，我为了我要吃那一餐哦，我不要来教会哦，不能哦，不要。因为上帝比任何东西更重要，阿门哦！不要把其他东西看得比上帝更重要。OK， 来，我呢亲眼有看见哦，有一对夫妻，他们呢，他们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啊，他们是有来教会的，然后呢，生完孩子过后呢，就跟牧师讲：“哎呦，牧师我不能来啊，因为哦，我的孩子很吵。”太小了，他太小了，怕吵到人。我很拍谁？我怕吵到人，好像很替人着想，对吗？然后他就没有来教会了，因为这个孩子哦。但是哦，过了很多年了啦，这个孩子现在也已经很大了，已经上学了，都不见这对夫妻回来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习惯了。大家讲习惯，习惯不来教会，嗯。所以习惯不来教会，你现在要叫他来也很难了，已经习惯在家了，礼拜天就在家顾孩子这样子。所以这就是魔鬼要的结果。那他好像他们这样夫妻已经失去信仰了咯，没有信仰了，都不知道。有时候有困难会想起耶稣啦，会来求救啦，会叫牧师帮忙祷告啦。有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但是没有困难的时候没有见到他了，所以已经失去信仰了，这魔鬼引诱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如何能胜过私欲。哎，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教导。然后他给出了几个重要的圣经原则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圣经原则啊。第一个，逃避，大家讲逃避。逃避。OK， 如果你知道你身上有什么软弱是很难胜过的，你知道你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很容易跌倒的，很容易犯罪的，你要逃避。阿门啊。阿门。如果你觉得你对酒有软弱的话，你就不要靠近酒吧。如果你对女人有软弱的话，你不要靠近那个。你当你看到女人，你觉得有吸引力过后啊，你就要跑了。就好像啊，我们刚才看到约瑟所做的一样，他怎样呢？约瑟呢，他不愿意跟他的主人的太太在同一个地方，不愿意。OK， 所以约瑟他会跑，我们也要学会跑。阿门。OK， 第二个方法就是团契。OK， 团契就是教会生活，大家讲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就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怎样呢？追求公义，追求信德，追求仁爱和平，一起祷告，大家讲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彼此鼓励。劝主。当我们在团契的时候啊，例如哈，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才可以更深的团契，对不对？我们礼拜天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聚会比较难团契，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参加小组。阿门哦。参加小组呢，对你的生活呢是有好处的，就是能监督，彼此监督。如果你发现你的弟兄要犯罪了，你发现你的弟兄有一点点要犯罪的迹象，你会劝他，弟兄不可以，不要，这是不对的。然后如果那个弟兄听你的话，你是不是救了他？阿门哦。所以我们要有教会的生活。OK， 这里讲呢，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OK， 我们一起读哈。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关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阿门哦，阿门。第三个方法就是要读经，大家讲读经。诗篇119章里面哦，它有两个经文，就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还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知道魔鬼是讲骗话的，唯一能抵挡魔鬼的骗话的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真理，魔鬼的话是叫做什么？魔鬼的话是骗话，所以我们用真理来抵挡骗话。所以弟兄姐妹，读经重要吗？重要。OK， 在家要读经，阿们。每天牧师给的经文，我们都要读，好让我们是一个明白真理的人，所以才不会被骗。当魔鬼的谎言来到的时候呢，你没有真理的话，你很容易跌倒的，很容易就相信那个魔鬼的话了。主耶稣呢，他在旷野呢被魔鬼试探，也一样是用神的话来抵挡。 OK， 来第四个方法就是悔改，大家讲悔改。人是软弱的，你承认吗？人是软弱，很容易犯罪的，对不对？很容易跌倒的。那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你跌倒了怎么办？应该怎么做呢？神怎么说？神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不小心跌倒的话，神还是接受你，只要你悔改。阿们。所以只怕不怕人犯罪了悔改，只怕人犯罪了不悔改。我们有看到啊，那些人犯罪了不悔改的，他直接就没有来教会了，因为他不能来，他没有悔改，而他也不想悔改，所以他来教会啊是格格不入的，是神也不能靠近他，因为他有罪。所以要记得，未来的时候呢，如果有跌倒啊，不小心跌倒，要悔改。神允许我们 U-turn， Amen。 神允许我们又再来一次， Amen 哦。 OK， 好，来第五个就是要信靠。 OK， 神是蛮有恩典慈爱又真又活的神，他渴慕啊他的子女啊，就是我们跟他亲近，信靠他，也凭信心支取他的应许。给雅各书4:7-8，我们一起读这一句很重要。来，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我们要依靠神来抵挡魔鬼，阿们。我们要把魔鬼赶跑，有没有？当有魔鬼有放话在你的脑海里面啊，哎，你怎么睡哟？这样子的时候哈，还是哎，免去高等啦，不用去教会啦。你要怎样做呢？我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我。阿们，可以吗？你不要哦，那个想法来，你还在那边，哎呀，对哦，对哦，对哦，那个你就很容易就上钩了。所以警醒弟兄姐妹，有想法来的时候马上把它赶走。OK， 来最后一个经文，给哥林多前书10:13，我们一起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也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们。
神是不试探我们的，但是神知道我们受试探吗？他知道，他也允许。阿们。神希望我们在试探里面能胜过，魔鬼希望我们在试探里面可以失败，可以上钩。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哦，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啊，让你很痛苦的时候，你们要知道哦，这是神允许 ，OK， 不是神让你遭遇这些，但是神允许，并且神希望你能胜过。OK， 神知道我们的能力哦，让我们经历符合能力的试探，得胜了，我们就可以得到荣耀，得到提拔，就好像约瑟一样。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会被魔鬼辖制、控制，并且受咒诅，好像玩那个游戏一样哦，玩那个电脑游戏啊，玩那个什么电话的游戏啊，一关一关、一卡一卡的过，我们需要面对的，我们都需要去经过，然后最后我们得胜过后，我们会得到主的称赞，阿们。
神没有把试探给你，但是是我们的私欲，是魔鬼给你的闪电神。你要记住，弟兄姐妹，你的脑海里面啊，你的这个头脑啊，是一个战场来的 ，a battlefield。所以魔鬼会用那个火箭啊，你射这个火箭之后，他的 suggestion， 他的建议，阿门。他建议你这样建议，你采纳哪个就成了咯。好，你采纳你就上钩了咯。所以弟兄姐妹，我要你，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不是很硬性，我们可以很软性的。比如说，你礼拜天不能来，我要提醒你啊，礼拜天你不能来，我们还有附近堂，你可以来拜六的。不要因为习惯性的我不能来，我就不来了。你不能来今天，你不能来礼拜天来拜六了。我们有3点到10点半的附近堂。如果你来福建堂，你不能来福建堂，来中文堂，我们早上的，所以我们有很有不同的聚会点你可以参加的，所以你要懂得来朝圣许愿。所以今天我要为你祷告，你说我承认我有软弱，我有试探，但是我要成为赢过试探的人，我要像约瑟一样啊，我要像耶稣一样，我不要像大卫，我不要像亚伯拉罕，我不要像罗德。主啊，我要赢得试探，你可以走出来，我要为你祷告，有吗？哈利路亚，快快的走出来，我要为你祷告。每个人都有试探，只是你要怎样去面对你的试探，你认真面对你试探吗？你认真的，你走出来了，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发着你的灵魂学生，多罗布布山达拉巴巴巴巴卡雪地里里里，神知道你软弱，就算你没有走出来，神都知道你软弱，但你要不要坦诚面对你的软弱，坦诚面对你的试探，那是在于你。Amen， 你走出来，你要切断这个软弱，你要切断这个试探。我们伯特利神教会其中一个文化叫自由的文化，我要你得自由，我要你得自由，我不要你被捆绑。Father in the name of Jesus， Father in the name of Jesus， set them free right now。 Oh hallelujah， have mercy on them。Set them free right now. Speak to them. Grant them strength. Grant them power right now in the name of Jesus. Father, in Jesus' mighty name, set them free. Set their spirit free to worship you. Today is the day of deliverance.
伤东东开动手术，开刀拿掉那些网络，拿掉那些捆绑，拿掉那些你不能得自由的。今天就是释放的日子 ，Set and free, yes。弥补呢？阿妹弥补呢？为什么你要出来？上帝爱考帮助 ，Insomnia must be free, must be leave your body, leave your life.In Jesus' name.